羊头，呼，好烫，这个是真的是有点太烫了，哇，烫的话咱就慢慢吃。辣椒油，为啥这么爱吃烫的？是因为这个羊肉这个东西啊，它一吃烫的时候，它烫的时候它是不膻的，膻味比较轻。生菜包吧，拿生菜包着吃还挺好吃。哎呦，真的是烫浪费了我的时间，姐妹们。哎呀，关门！哇，这么是真好吃，你尝过吧？
你吃吗？嗯。台湾的。家常，有。谢谢。嗯。哇。你倒是贱呢！啊！你倒是贱呀！你谎作不贱。拜拜！好久不见的养脑三大件，今天必须走着。来一个养脑。羊肠，这是羊肚。应该一开始的时候，应该很多人都看我吃，哎妈呀！应该一开始的时候，有很多人都看我吃个羊脑三大件，是不是？好久不吃了。哇，羊抹布，好久不见的猪脑，
果的。超嫩，前两天有很多人想看我吃这个猪脑，猪肚包猪脑，它是很嫩的。超肥，超肥的鱼肥油，我好怕翻车呀，怎么办？
这个超肥，这个真的是超肥，怎么办？可能这个视频都带不了什么美感。哦，这上头。任务要完成了，最后一个。